我也是在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， 我是念大学，然后就是其实他的 business school， 因为我是在这边念企业管理，然后他的 business school 算是蛮好的 WC Carey 的，但是他好像是前二十名，就是要看每年他们的排名都不一样。然后就是，那 后来我念的是我在台南念的是那个硕士，然后我在成功大学念我的硕士，也是一样企业管理。但是后来我念这两个学校之后，我发现其实完全没有用。对你的企业管理对你的歌手生涯有影响吗？其实有，老实说有，因为我现在不是有开两个公司吗？一个美国的公司，也是在台湾，有一个在台湾开的公司。虽然我一直都是在骗钱而已，但是没有，我不是骗钱，我是很认真的唱歌，好吗？唱歌啊，都你自己在讲。然后就是买了很多房子，然后就是做一些投资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其实。我一直在做生意，所以我虽然我是在这两个念学校念的还 OK， 然后每个成绩算是不错的。他们的学校的 aviation 航空科系很有名啊。我没有在骗人的哦。你哥哥是念哈佛的、他大学是念 Stanford 那他 Stanford 是大学念 Stanford， 那他有三个大学的毕业的东西，那后来他念的是 Harvard 的doctorate， 他是律师，还有 religion。哇、其实他有三个 religion， 还有 law， 还有另外一个我忘记。他的 law 也很有名、对，也很厉害。他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，他讲的是他哥哥的学历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干嘛强调？我怕刚转过来的人没看到前面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，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。